下去，拜托。好，所以还可以再一个。观众，你不要给我偷偷拉那个进度条到最后面哦。这样就很稳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燕。燕爸，燕爸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候了。啊？我已经先弄到一个很关键的位置，然后才来找你。哇！你现在跟我看。这个，你看到没？哎呦哎，他的洞缩得很小，很小哎，很小。但是他保价低，所以呢，我想了一个策略，我等一下就弄到保价，然后卡洞。干嘛不用卡价就卡洞了？790。哦，哇，卡光光，直接卡一波，卡一波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但是呢，我怕这样太快结束了，所以我先假别的。故意给观众卖一下关子啊，好不好？给我看到最后，领略的战略，看到最后战略。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。先夹个五盒，然后把上面那两个换掉。哦，真的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拿到了，到了。好会拉哦，出来！我靠，哇，真的很会丢，也很会挡。我都要把时间用到最后一秒才下去。对啊，我看你尽情的在那边玩，因为这样才有发挥到娃娃机的那个就是利益，就不是利益，就是你这样才有赚到的意思啊！你都投10块，你可以玩20秒，你为什么只玩5秒就下场？好像浪费时间，算了。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哎呦，一半一半。哟，哟，点点。哟，我靠，太强了！站这么久，太折了吧？又差一点点。真的是一点点一妹妹，我好紧张哦，我觉得我哪次会被骂，哎，会被观众骂。观众真的很严格，平常都没那么紧张，一到这种关头就好紧张。我就说啊，你连这个都不会解啊，你这个都在哪做？哎呦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有一只又要出来了。掉下去了，穿成了。帮你挡好了。挡谁？他挡谁？他挡了谁？后面那个。不让后面那个出来的。怎么这样？这有什么好跌落汉啊？你把一个抽起来，他可能就掉下去了。是的，我要抽这个了。哦，抽到，差一点点了。为什么王建民？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啊，那个位置还是可以。有，还是有了。哎，两个送了。哎，送了。先拿走，先拿走。强二送。走 ，Let's go。No！ 哎，还好哎，这样比较好哎。哦，这样比较好。吸还是要推的，这样就慢慢吸过来了。哇！吸过来一点。有哦，这样吸啊，对了。吸。吸。哦，想说那一次机会很大，没吸到啊。慢，还真的夹到他了。对啊，不行，回不来了。回来了，对，继续吸了，吸了，就是要小心的吸。哦，这个该要对，所以这是要用打的了吧？对不对？好，是要打的。对。重创的距离，一个重创给他，绝对不能够吸的。有没有一点点？来，哎，又要吸了，又要开吸了。吸呀！
哎，慢下走，你有发现吗？有，你应该没发现了。你刚刚还在想，我以为要到最后五秒钟突然失去动力。哦，我刚刚看的眼神是，哎，慢下走，你有发现吗？有，哦，有，先讲有。啊，没有，还在，继续冲。再深入一点，深入一点。再更了解他一点，你说太深入了，糟糕了，飞走，真的飞走了，哇塞，把它拉起来，有了，准备掉下去，哇，差一点点啊！对，是不是？就刚刚好有计算好好的。小道。哦，所以那等下女队就好了，看能不能好就再这一次了。哪一样啊？捏吧，水啦！我是，我想说水啦，受惊了一下。哦，有这样掉的吗？对呀，夸张到离谱。有这样玩的吗？摆正了，你头。差一点停顿又要回去，结束了，很幸运了，这一盒也带走了，是的，是吧？是吧？三盒了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再跟他讲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这个观众敲碗很久了，赶快，不然观众不开心了。麦摔哟，虽然你叫 Michael， 但是你麦摔。哎，我先跟各位讲，他700保家，现在投200，然后呢，他甩头一下，这样啊，解释完毕。开玩笑，看这样，跟刚刚那台差很多。那我现在，因为我已经做好一个档了嘛，我直接拉着看看。主导都出来了。我希望呢，各位，我跟你们讲我的理想哦，就是前面再一个斜斜的靠枕，然后保家放下去，咚。没有咚咚哦，是咚。咚就是卡住，咚咚是出货，你知道吧？这你知道吧？这你们都知道吧？洞洞是猪货，然后我希望它是洞，然后就可以洞洞洞洞，没有洞洞洞。哎，卡上来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可这样就要破坏它，要夹它了。哎，在哪里？你看不到吗？看不到。哦，这样个，这样真的卡住了。他的洞口白说了，我现在把他洞口缩得更小。你要加大了。好，加了。有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先把一次弄掉。我习惯把第一次弄掉，因为有些人第一次不是保家，保这个躺着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横的。不要下去，拜托。好，所以还可以带一个。我不知道加哪一个了。你可能只有一次寿命而已，赶快决定。这一盒说不定会卡住，就是他们两个都一叠在那边都卡住。卡好，这样就很稳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加鲁夫了。鲁夫虽然会撞到，但是很稳。够了，哎，没那么高了。鲁夫，鲁夫。落飞下去，开夹，夹这个最里面的这个乔巴，乔巴来也，停，对啊，好像叠不上去，顶住，不要这个这样卡。
哎，这样涵盖可以再卡一颗。哎，这样子卡吗？哎，不是棍子要干什么？我没有要夹棍子。哦，这样就跟一开始的卤布一样了。注定你只有酸的。土地没办法再多了，那我们再卡一下，我们就开挖。好了，不然开挖。好的，各位敲碗很久的卡洞最后是圆满结束了，没错。好，那就是按照惯例了，通常夹一堆公仔就要送，对，那就送这个夹送的我们送出去，然后还有一盒孙悟空。好不好？孙悟空，这两个送给大家，在下面按赞订阅就抽给大家。按那个点霸刚拿那个送给会员，会员在下面打我是会员就送给你哦。对啊，那就这样子。对，那对，没错，就这个。那就这样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技术还在，直接跟他拼技术。技术，重重。有重。干什么？在玩什么？耍吧，耍耍耍耍耍！你要不要等一下我再夹一个，然后你这样三个那边耍。